肾脏俗称油剂，是人体过滤有毒废物的重要器官，一旦发生病变衰竭，就得依赖洗肾才能维持生命。油剂指数吼1.5啊，但是这回1.3，确实是有进步哦。慢性肾病能有效治疗，民众务必控三高，留意泡、水、高、频、倦等临床症兆。智慧蓝医守护爱提醒您，出现警讯立即就医，持续追踪就能避免洗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智慧蓝医守护爱，我是大南慈济病院贵宾免疫风湿科的吴光义。我们讲到这个西药剂啊，其实大家知影，咱台湾每一日10个人内底。都是这个慢性的药剂病的患者啊，其实咱全台湾有70,000+的这西药剂的患者，伊这占这个咱健保的支出差不多一年额外开400亿吼，所以其实这要它预防以及治疗咱这个药剂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吼。但是大家其实唔免烦恼吼，其实这药剂病那早期发现哦，一旦好好得到这个控制加这个预防哦，所以大家免烦恼吼，尤其咱今日邀请到这个专家吼，大林慈济医院肾脏内科的纪博瑞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纪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肾脏内科纪博瑞医师。除了的纪医师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一位我们老朋友健康观察员谢金荣小姐，金荣你好。主持人好，纪医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荣。哇，要跟这个金荣还有纪医师好好聊一聊，到底怎么预防你治疗肾脏病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昨天观众朋友call in进来的问题。请问医师，如果检查发现有尿潜血，代表什么意思？试出来有潜血反应，并不代表真的是血，有时候是一些维生素 C 的干扰，有时候是食物的干扰，这不太一定。那我们真正担心的是尿液里面有红血球，红血球的话就会有潜血表现，可是有潜血的话不见得会有红血球，因为红血球就是我们俗称的血尿，血尿的话要考虑的原因就比较多一点，不管是发炎感染啊、射物腺肥大，甚至是结石啦、膀胱癌，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是血尿的成因，所以会根据这些原因去做一些检查。温馨小提醒，尿潜血要先确定尿液是否有红血球，如果有红血球反应就代表是血尿，会进一步检查是否有感染、结石、射护腺肥大、癌症等可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有任何医疗相关问题不用客气，可以到0526480066，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医护团队会为您这个解答。首先介绍我们今天坚强的接口音团队：小儿科陈建甫医师，骨科林静兴医师，血液肿瘤科李思锦医师，急诊医学科林心怡医师，护理部郭如娟护理长。各位观众朋友，有任何医疗相关问题，可以到0526480066，专业医疗团队为您服务。首先请教一下这个技师，我们都知道这洗肾王国乱，污名已久，然后也要倒对咱台湾这个西药剂这个状况目前是怎样的？目前台湾在世界上，根据美国的最新的慢性肾脏病系统，台湾的目前的发生率跟盛行率都是世界第一名，台湾确实是这个洗肾王国的一个快洗洗第一名。那目前呢，全台湾呢大概有70,000+做洗肾的病患。那以慢性肾脏病来说呢，大概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是慢性肾脏病，全台湾这样算起来大概有200多万人。那其中每20个人呢，就是一个慢性肾脏病3到5期的病患，就肾较严重。对对，好。那如果说以这个发生率来讲，我们每年产生的慢性肾每年产生的透析病患大概就产生10,000多名哦。那如果以时间来讲的话，大概51分钟就会产生一个透析的病人。听起来其实还蛮可怕的哈。对。不止在台湾，其实这个慢性肾脏病跟这个洗肾呢，在全球化，因为现在三高跟老年人普及的关系，所以说已经变成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趋势。
所以其实医疗越进步牺牲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也是全球，听起来好可怕哦，对，全球化的一个趋势哈。哇，那要待会这个要跟机师跟金融好好聊聊之前呢，我们先看一段影片，了解一下肾脏在我们的人体里面它扮演什么样的功能，以及早期肾脏病有哪些症状要注意的。维他命、药品、保养品吃不停，再加上现代人生活当中充斥着各种高油高盐的食物，以及塑化剂和人工添加物的泛滥，各种毒素统统吃下肚，导致肥胖与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发生，后果可能都要肾脏来承担。肾脏位于人体后腰部，大小仅有10到12公分，但是小小的肾脏负责的任务却很大，每天要过滤18万cc 的血液，回收其中有用的物质，就像是人体的超级滤芯，主要的功能包括清除体内废物、调节水分、电解质及酸碱值的平衡，还有分泌合成荷尔蒙、红血球生成素、肾素。因此当肾脏慢慢衰竭，无法充分排出代谢废物与维持体内恒定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系列并发症，除非接受透析治疗，否则将导致死亡。根据国健署统计，在台湾20岁以上的成人中，平均每10位就有一人罹患慢性肾脏病。目前算起来，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吼，第三期的头前，其实你的油脂的功率降到1.3啦，有较进步成果安尼吼。这边坡敢有较好哈？这边坡嘛也真济呢，也真济吼。由于肾脏一旦受损就无法修复，且初期缺乏明显症状，因此慢性肾脏病就像是安静的隐形杀手，患者大多罹病而不自知，等到发现时往往已到后期，甚至必须开始洗肾。医师建议，若是出现泡泡尿、水肿、高血压、贫血和容易疲倦等症状，就要尽快到肾脏科就诊检查，及早治疗，避免肾脏继续恶化。博瑞斯，那咱讲油脂对咱人体很重要，以及人体扮演的功用是什么？是，其实哈，我们先知道说，肾脏在什么地方哈？我们的肾脏呢，其实在我们的横膈膜以下哈，比较高的地方，那它是在后面。后面哦，在后面哈、所以有的人他会比着腰部哈、说我的肾脏很痛，其实是有点不太对哈、它的位置其实是比较高哈、那再来呢，它很重要的地方是它做了什么样子的工作哈、我们它主要有总共有5大功能哈、第一个呢，它可以排除水分。好、那排除水分呢，那也就是可以调节它的血压，好、调节它的血压。那再来呢，它呢清除了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含氮废物，好、还有我们吃进去的药都是靠这个肾脏在做排除的，好、所以人家说排毒就是靠排毒，排毒就是肝跟肾，我们肾脏也会排毒，哈、那再来呢，就是它会维持我们所谓的电解质的平衡，哈、举凡钠钾啦，还有一些钙磷，哈、这些电解质的平衡都是靠肾脏在排出的。那最后它还有一些内分泌的功能哦，譬如说它是我们身体的造血器官之一。那有许多的这个维生素 D 的部分，我们说晒太阳产生活性的这个维他命 D 嘛，它必须要在我们的肾脏才能转成活性的这个部分，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所以肾脏的功能非常多。所以肾脏真的很重要，这你都要跟我解毒排毒，所以观众朋友们不要以为排毒皮肤会排毒，没有这回事了哈。哎，那我也是很想要请问一下机师哦，我们知道说这个图好可爱，就是肾脏有2颗嘛，那我们是不是就很多人会有一个疑惑说，是不是肾脏一定要2颗都坏掉了？它是坏掉会一起坏掉，都坏掉了才需要治疗？其实不是的哈、我们一般在医院抽血验的肾功能哈、其实就是2颗平均的这个肾功能哈、所以说它如果当你的肾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坏掉的时候，其实是2颗肾脏一起坏掉，并不是说先坏一颗然后才坏另外一颗的。所以在测没有说左边多少右边多少，没有这样子，这一起测坏的时候通常2颗都有问题了哈，咱但是讲，都要讲上面，咱有机变是这隐形、无声无息的这个杀手那但是有没有什么样有上面镜头的时候，咱来高度怀疑有机出问题呢？其实肾脏病到了比较后面的时候它会产生了一个
五个症状哈，很明显的一个症状哈。那它有一个口诀呢，就是所谓的泡水高频倦哈。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解释哈。那泡第一个泡哈，泡就是所谓的泡泡尿啊，泡泡尿就变成泡哈。啊，这泡哈都在怀疑讲哈，是这个蛋白尿哈。我们小便如果说这个泡泡尿久历久不散哈，那就要怀疑是有这蛋白尿的问题。好，那再来呢就是水。哦、水就是水肿、哦、水肿、哦、有时候眼皮会水肿啦，或者是、一般来讲肾脏如果不好的时候会从脚开始肿起来、哦、这个就是积水的一个情况，那就必须要就医。那再来呢，高就是所谓的高血压、哦、因为我们有一些比较、次发性的高血压，就是因为肾脏的不好的时候才产生的高血压、哦、所以高血压如果不好控制的话，就要怀疑是这个肾脏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贫、哦、贫就是所谓的贫血、哦、因为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肾脏是造血的器官之一，当肾脏功能不好的时候，红血球生成数会降低、哦、所以就会产生贫血的症状。那再来最后一个是倦、哦、我们刚刚讲到肾脏的功能会排毒、哦、那所以说当这个毒素没有办法排出的时候，我们人体就会感觉到很疲倦、哦、是这样子的，泡水高频倦、嗯、所以有这个症状大家都爱注意、哦，那我要请教了，像其实像我就会觉得我平常也都会疲倦啊，然后精神不济啊，那我是一定要照这样子吗？一定要先有那个蛋白尿，然后水肿，然后我要高血压，我疲倦，然后我要精神不济，我才可以去看你吗？还是说我只要有其中一种我就需要去看你了？其实这泡水高频倦哈，它其实是肾脏病比较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所以当这里面五个里面有其中一个哈发出现的时候哈，就必须要就医哈。所以我需要就医的可以检查看看啊、哦、如果久这个疲倦很久，哎、欸、也许要做个健康检查，做个健康检查、哦哦、这个哎、欸、其实但都要公立公这的泡泡哎、欸、可是很多观众朋友哎、欸、有疑问呢，帮着我泡哎要倒地啊，那刚做那样哇尿尿都有泡泡，这怎么办？哎呀、啊、这一定有问题吗？是，其实我们的小便里面哈、哦、它会排除我们身上的一些有可能是细胞的残骸或者是残渣，好、哦、那这些东西呢，它在我们排尿的时候有可能都会产生一个泡泡、哦、那如果说我们所以说这个泡泡尿不见得说一定是蛋白尿的情况、哦、那如果说有觉得说泡泡特别多，或者是说我过了好几分钟都还没有消散的话、哦、我们可能就要去医院做个定性或者是定量的一个检查，来确诊说它到底里面的这个泡泡到底是不是蛋白尿的情况、哦、所以其实有怀疑哎。还是不能判断嘛，吼，是的，就来医院做检查。好，啊，咱讲到检查，来病院要做什么检查？看起来真恐怖安尼。其实我们肾脏科的检查很简单哈，大概就是分成三种了哈。第一个就是抽血，好，那抽血的话，我们主要是验所谓的尿素氮，好，然后还有所谓的肌酐酸，好，去评估说我们的肾脏功能好不好。好，那除了这肾脏功能之外呢，我们还会在验一些其他的项目，譬如说所谓的三高、哦、三高，因为三高这些也是高危险的、嗯、譬如说血糖有没有糖尿病、哦、那或者是说像尿酸血脂肪这些东西、哦、我们也会顺便的去做检查。那再来呢就是验尿了，验、哦、尿的话大概就是看一下有没有蛋白尿、哦、有没有血尿、哦、或者是说里面有没有一些残渣，异常的残渣、哦、它可能是一些肾丝球在发炎。好，那再来呢就是做超音波检查。好，超音波检查呢，在影像学的上面，透过影像学我们可以看到，譬如说像是有结石啦、哦、有没有积水啦、哦、或者是它的实质有没有一些变化，有没有一些病变这样子。哦，所以不用担心啦、哦、这个验血验尿还有超音波很简单。哦，哇，这个了解一下肾脏，怀疑肾脏病有哪些症状，要做哪些检查之后，如果真的有问题，到底要怎么早期预防与治疗？我们再看下一段片。近年来，我国洗肾人口高达70,000多人，发生率经常居全球之冠，平均每51分钟就产生一位心透析病人，对国人的健康以及健保资源都有极大的耗费。但令人担忧的是，肾脏病通常不是单一原因的发病，而是普遍潜藏于各种慢性病或不良习惯当中，例如糖尿病、高血压等三高疾病就和肾脏病变脱不了关系。这里面最容易的当然就是糖尿病啊，
那我们知道糖尿病的人终其一生大概三分之一会发生肾脏病变。高血压的话，因为高血压它基本上它会造成血管的硬化，那我们肾脏就是一个血管，所以它血管硬化它当然也影响到肾脏。国民健康署调查，150多万40岁以上民众发现，没有三高的人肾脏功能正常率高达80%，但有2种三高的民众正常率就下降到70%，而三高通通有的人正常率只剩60%，而洗肾人口中更有45%是由糖尿病所引起的，占了洗肾原因的第一位。另外，早年许多含有马兜铃酸等容易伤肾的药材，虽然早已被列为禁药，但是如果长期服用成分来源不明的偏方、中草药及止痛药物，也很有可能会对肾脏造成伤害，导致肾脏衰竭。这回啊，尤其指数吼1.5啊，但是这回1.3，确实是有进步哦。你甲你的年会去算，你的尤其功能啊，都有回更啊41分。对，有进步啦，嘿，第三期啊，吼、哦，所以啊，阮也是爱继续阮的食食去做一个控制甲保持，这个血压拢是正常。啊，代谢的较歹，代谢的拢较悬。所以啊，药啊吼，爱照时间吃。嗯、慢性肾脏病不是不治之症，如果能详细诊断、适当治疗，就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变坏的速度，避免步入洗肾之途。而要预防慢性肾脏病，民众应戒烟、控制饮食与三高，已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也要遵循医嘱服药，做好疾病控制，并定期接受验血、验尿等检查，帮助自己了解肾脏功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自然人赢得健康好生活。观众朋友，欢迎有任何医疗上的问题，可以到0526480，由我们专业医疗团队为您服务哈。搁请教一下博医师哦，真侪患者讲啊，我也无恶白吃什么药啊，我平常时嘛啉水嘛啉哦，但是咧无声无息，我就感觉讲，你可能要西药治啊咧，很多都是糖尿病咧。到底有什么款的患者，咱要特别注意？可能慢性肾脏病的高危险群，其实慢性肾脏病的高危险群哈，其实我们就要知道说，造成慢性肾脏病哈，或者是洗肾的原因是什么哈？那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哈，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糖哈，糖尿病哈，糖尿病呢造成这个慢性肾病变哈，造成透析的原因哈，非常的复杂哈，但是它占了大概45%的原因，都是快到一半，快到一半的病人哈，都是因为糖尿病所以造成洗肾。好，那接下来呢，剩下的其他的一部分呢，就是有在长期服用药物的。这个药物呢，不见得是西药，有很多有平常服用一些止痛药啊，或者是甚至购买不明来路不明的偏方中草药，好，这些呢。那以及这个国人使用药物的观念不正确呢，都会造成这个。其实大部分反而是在外面吃的药物，自行购买的药。在医院的反而大家担心都不会。对，反而在医院的药是要吃的哈、那再来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三高哈、高血压、高血脂哈、也都是慢性肾脏病的高危险群哈、那另外老年人哈、年纪大、肾功能退化，还有一些人抽烟哈。或是平常呢，他就有一些慢性肾脏病的病史，好像多囊肾啊，或者是一些肾丝球肾炎，好，那或者是说他蛋白尿肾病症候群的非常厉害，这些呢都是造成我们慢性肾脏病的原因，也是高危险群、看起来三高还是扮演重要角色，重要的角色，对啊，是的。可是这时候，医师就很想要请问，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台湾已经进入老年化了，那老人家特别多，可是老人家其实都会像我们家老人家也都会想说，我吃那么多药会伤我的肾脏，所以他其实在吃药的时候就会很自然的这边少一点，我今天吃明天今天不吃明天再吃，这样子其实是对的吗？其实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啊，大概有56%的病人他们会自己去调整自己的慢性病药物哈、把一些药物拿起来不吃，那这其实是错误的观念哈、其实我常常都会跟我的病人卫教说哈、其实我们肾脏是容易受伤的器官哈、那当你有一些慢性病可是却不吃药的时候呢，这些慢性病反而会伤了你的肾脏哈、功能会下降得更快哈、那另外就是说呢，外面有一些一些保养品哈、我会觉得说这个保养品如果是医师开的哈、可以吃的哈、如果说是来路不明的话哈、或者是人家介绍的，尽量避免，因为我们的肾脏哈、它是代谢这些药物哈、它也是会增加它的负担哈、那
季医师刚刚提到说，哎，其实一些药物，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老人家有时候可能就会眼睛啊，就吃一些过把 G V 啊，不然就是会吃一些综合维他命啊。那像这些也都是，算是要经过医师的一个评估，还是说其实这个算是普罗大众都在吃，他们可以吃？其实我会建议说哈，如果自己有在吃什么保养品的话哈，还是带给自己在平常在看的医生哈，来询问一下医生的意见，因为也不是所有的维他命都适合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慢性肾脏病哦，也不是都适合所有的维他命的。嗯，确实有影啦，有人感觉无要紧，其实都吃重复了吼，这么常遇到了吼。诶，其实你多少讲一下哦，什么卫教师讲什么，你的肾脏指数1.5、1.3，诶，到底咱有时候搞不清楚，到底咱要看肾脏指数是啥物，肌酸酐哦，啊，是讲什么肾丝球过滤率，到底伊讲什么第几期哦，诶，到底怎么分？哇，有时候这观众朋友有时候。干嘛不傻傻呢？是的，我们就来介绍说，其实我们的慢性肾脏病哈，它总共分五期哈。那它用什么来区分呢？就是所谓的算它的所谓的肾丝球过滤率哈。那这肾丝球过滤率呢，它是用所谓的年纪跟肌酐酸来做一个计算的哈。那如果说算起来的话呢，如果你的分数呢是以60分为界限哈，如果在60分以上的话哈。必须要合并有一个肾脏受损，譬如说有血尿啦，或者是有蛋白尿哈、哦，那你就是慢性肾脏病第一二期哈、哦。那如果说在算起来在60分以下的话哈、哦，就是所谓的第三期到第五期的哈、哦。那通常一般来讲哈、哦，大概什么时候要洗肾呢？大概就是在15分以下哈、哦，就是所谓的慢性肾脏病第五期，好、哦，那它就有洗肾的风险了。哦，所以这个第五期算是比较末期肾病变、就是、对，末期肾病变、哦、所以其实大家也不要轻，因为您刚刚提到年纪、欸、所以年纪越大其实肾脏病通常都比例都还蛮高的嘛、哦、那这样会觉得很可怕，就是我如果到已经到这个程度，那我想要请问一下是那个机师、哦、慢性肾脏病啊，我可不可以如果说医师告诉我说我需要洗肾，我可不可以不要洗肾，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哦，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哈、哦，我那碎了哈，这掉了哈，对，安尼要安那哈，其实会会掉了哈，不是因为肾心的关系哈，因为他的肾脏功能已经没有办法再运作了哈。其实洗肾本来就是有一个支持性的，它本来就是一个替代疗法，如果不洗的话哈，反而会有一些疲倦的一个情况哈，或者是电解质异常的一个情况，所以反而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该洗肾还是必须要洗肾。哦，对，最后请技师用10秒钟跟我们讲保肾秘方。好，那既然肾脏这么重要哈、哦，我们就讲哈、哦。那其实我们要控制三高，好、哦，然后还有规律运动、健康饮食、体重控制，那多喝水，不要抽烟哈、哦，那避免服用这个来历不明的药物。那最后呢，就是定期在医院呢检查肾功能，这就是最好的保肾的秘方。非常感谢技师，也谢谢金荣哈，今天带给我们这么多保肾的这个秘方哈，滋味人医手腕，感恩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2月6号凌晨3点57分，一阵天摇地动，让台南传出严重灾情。1、2、3，1、2、3。救难人员紧急动员，把握黄金救援时间，寻找生机，志工复位，关怀受灾民众的心。创伤后，民众出现焦虑、失眠、不吃不喝等症状，这可能就是创伤压力症候群。下周一，志为人医守护爱与您分享创伤后的复位与关怀。